继续要带观众朋友来熟悉是一场伫咧大拿镇的晋江，十外冬来努力选择大拿的观光，佮有在地的文化，带着一批佮一批的游客漫游大拿镇，推广大拿万城的精神和文化，希望予外地人知影，到大拿小旅行是自由自在、无负担的。伊讲会排出小旅行的时间表，提供予大家自由加值，在南桂顶完全免费，参加民众只要伫咧预定的日期，伫咧大拿。来火车站集合出发的时，大拿镇是一个真早开发的城镇。日治时代，糖业兴盛；民国时代，国民政府的军旅部队驻扎。第一线的重要交通枢纽，真早就是极有繁华的城市。是为台南来，台南的迄种迄个社区大学的迄种迄学生。哎，啊，因怎组团啊来咱大，特别来大拿遮来做参观，哦，啊，所以来了解规个大拿一寡足趣味的文化，啊，嘛来了解看迄个戏院啦、茶店啊、中药店啊、目镜店啊，啊是讲吼，捌伫大拿发生的一寡点点滴滴的呢，哦，所以就来了解。即阵大拿镇成长的志工，十多年来，可以大拿观光以及在地文化风情的选择，将不间断，欢迎到一批批的游客细心漫游的介绍大拿镇，是要让大拿万城的好写照。所以，阮一个月差不多三届至四届是免费的，拢唔免报名。哦，啊，你只要看迄万国戏院的名册，哦，阮顶悬拢会公布伫顶悬。哦，啊，只要去火车站遐集合就好，免报名嘛，免费用的呢。哦，啊，像讲阮这个月二啊六号下晡四点半八办一场，哦，啊，欢迎大家来参观。大拿小旅行是自在无负担的，当义工发出小旅行的时间表，要予大众自由参加，全程免费，在预定的日期，大拿火车站集合就可以。细心是无错，民众大拿镇长不得。起来家，游走在鬼斧神工之上，与自己对话。想待在家，此刻无关胜负，只想享受单纯吃的快乐。享受在家，除了黑与白，还有更多的色彩。我是黑佳佳，邀请你一起来家。用力耍背，用力耍背，用力耍背。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，等下在这设备呢？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，他可以换钱；就政府来讲，他可以减少污染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海废变黄金，